在座各位亲爱的幸运的粉丝和观众朋友，你们支持的是，你们支持的是今天晚上三强厂牌必须有谁，今天晚上三强厂牌必须有谁，欢迎各位来到明日之子，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三位新推官薛之谦、杨幂、华晨宇。今天晚上我们的三强厂牌决定战，三强厂牌必须有谁，只要冲进三强厂牌，距离最强厂牌就只有一步之遥。今天晚上是明日之子整个赛季的赛点，赛制相当的残酷，会进行两轮的 battle， 车轮 battle 和我们的生死 battle。 第一轮结果呢，依旧我们的新推官全权来掌握，选出唯一一位新推官心目当中的实力王，会获得下一轮唯一的50万的人气加权福利。而第二轮生死 battle 结果交给你们，要么成功晋级三强厂牌，要么进入终极 battle。 今天晚上呢，将向最强厂牌晋级的三个最后的名额来冲刺，而这三个名额全部由网友人气支持来决定。比赛马上开始，不怕过火燃出自我，本节目由畅饮随行瓶中王老吉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说时迟那时快，那时没有京东快的京东光速首席特约播出，不凉不成魔凉了嗨翻天，本节目由夏日救世主六神精良 CP 联合特约播出。参与明日之子微博话题能量榜，在场选手当中每周能量榜第一的这一位人气选手将会获得腾讯视频人气榜5%的个人加权。本周截止今天12点，微博能量榜在场牌人气王是毛不易。目前毛不易的人气榜已经进入了5%的人气加权，让我们来看一下截止到北京时间今晚8点整的人气排行榜。截止到北京时间今晚8点整，人气排的第一的是马伯骞。我们恭喜我们的马伯骞，根据赛制呢，一周人气累计排名第一的选手将成为车轮 battle 战最后一位出场的选手，拥有本轮50%的胜率。而目前暂时人气落后排名第四的是赵天宇，他将成为第一个出场演唱的选手，处于劣势之中。首先进入比赛第一轮车轮 battle， 马上进入第一组对决。目前人气最低的赵天宇将成为本场第一位出场的选手，谁想要打败赵天宇呢？举手告诉我们。现在进入王老吉超级对决时刻，举手的有我们刚看到毛不易、周震南，你是举还是没举？没有。没举对不对？没有。毛不易举了吗？也举还是没举？那就举吧。举吧。为什么举起了这个手呢？总得有人举。为什么想要打败赵天宇？没有，就是想在现场听张碧晨老师唱歌。哇、啊、那赵天宇有什么想回应毛毛的呢？加油，好好唱嘛。对、嗯、好的，那么我们的巨星毛不易和我们的局外人inside赵天宇成为一组，第一组对决正式开始。最强厂牌必须有你，赵天宇大家觉得足够强吗？现在进入到赵天宇和助阵嘉宾张碧晨90秒准备时间。